有一种白煮蛋让人很难拒绝，那就是溏心蛋。溏心蛋要完美，时间和温度是关键。水沸腾后加一勺盐，放入鸡蛋，煮五分半，立刻捞出，放入冰水中冷却10分钟。然后是调酱汁，尝试了很多腌料，这个配方我最喜欢，你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调整。剥好的鸡蛋完全浸入酱汁，冷藏2小时取出，就是一颗颜值在线的溏心蛋。皮滑溏心，百试百灵。